Club。近日，2024中国河南东盟人文交流月在郑州火热开启。作为最具特色的活动之一，涵盖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特色美食的东盟市集，也带大家感受一场异域美食与文化交织的饕餮盛宴。大家好，我是佳莹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州大学学生洪维峰，来自泰国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东盟市集泰国美食节的专场。听说啊，在这里不用出国门就可以感受泰国文化的独特魅力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。提起泰国，你最能推荐我们、最想推荐我们的食物是什么？冬阴功汤的。我们这个食材呢，是从泰国直接进口的，里面的话呢，它是由13种的材料制作而成的。那主要它的材料呢，都是海鲜为主，那它就会导致到整个这个汤底呢，是有点一喝就很开胃的那种，所以它叫冬阴功。酸酸，这个味道酸酸的，然后微微的辣。对，大家好，这是泰国的烤鸡，每个地方都有烤鸡，但是我从东北来，泰国东北烤鸡，跟清迈的烤鸡不一样，那我们一起尝一下。除了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，活动现场还有极具泰国风情的文艺演出、巡游表演、快闪打卡及换装体验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。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，隔海相望，人文相通，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周博商史绽放出亚洲文化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的独特气质。这是一次人文交流活动，我相信也将为双方共创繁荣美好未来带来新机遇。